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是爆米花，然后这个是玉米浓汤口味。好，我们请依依先打开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口味呢？另外一个是浙香焦糖爆米花。好，这个呢太棒了。好，里面呢打开怎么样呢？哦，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保鲜的这个胶膜。好，我们同样行，朵朵先打开，然后依依把这个也打开。是我负责。好，可以吗？轻轻撕哦。我打开。好，已经撕开，哥哥帮我完全撕开，完全撕开。这个呢，如果你还没有吃的时候呢，就，哇哦，太棒了。好，那另外一个也请哥哥把它撕开。好，朵朵先拿一颗来吃吃看。哇，你看这个好漂亮的爆米花，其实单吃也可以。哦，两个颜色一看就知道不一样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好吃了。其实我觉得放在冰淇淋上面也一定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这个比较好吃哦。这个比较好吃吗？你比较喜欢玉米浓汤口味是不是？这个是焦糖的。那其实如果说是现在很流行的抹茶冰淇淋上面，我觉得放两颗一定很好吃哦。先试试看吧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。我想吃这个。好，你先吃吧。